挂穿斩数满花为记单，演绎起嚟嘅时候，要求内外贯通，神灵合一，身动势出，发变势稳，注重剑指同埋剑法变化嘅协调。剑如闪电，正中失动，中手静，把握瞬间，禅定玄机，超越理智思维嘅速度，喺技击之中，剑招狂出。Thank you.